你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吗？这个任务必须完成。DS 材料在精确制导方面的价值，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。他想要鼎华的核心数据。当年鼎华出售的矿石很有可能已经都流向了海外。这些稀有资源。 肯定有人愿意铤而走险。我们的对手越来越蠢了。我什么都是。我承认。这样下去，有点不太对劲。不清楚没有背后，我身上都是干。这些我不交代。我是受害者，真的。不是没有目标，而是每个人都有机会。我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 你知道你爸当年做的那些事儿吗？阻止金人犯错，才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。突然之间，所有的依靠都没有了。当年的那场车祸，是不是意外？当年那件事对安静和他的家庭打击很大。鼎华背后不简单呐。 这三件事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干的，而这个人就是咱们一直在找的，潜伏在鼎华内部的那个人。他会不会是当年那个人？Don't cost your life。 这个买家只是冰山一角，恐怕我们要面对的是一整个犯罪组织。跟踪、监视，彻底打掉整个团伙。 执行抓捕，对来犯之敌迎头痛击。有我在，你不要怕。正义有可能会迟到。 但绝不会缺席。保卫国家安全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战争。为了国安的职责，我们将处于一个最危险的风暴当中。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，任何时候都是我们首要的使命。行动。